你好，就是这样子了。这里它不是有三个齿轮啊？你首先把这个烤环用烤环钳把它搞出来。它这里有个销的，你不用管它，这里有个销，你就顶在这里，用这个螺丝刀，这上面顶一把，这个下面顶一把，在下面顶一把，或者是你中间这个拆出来是最好了，这个拆出来，它这里这一顶一下，它就出来的，它就这个地方，这样子顶在这个后面这个螺，用个金属钳顶在后面这里，顶在后面这里这样子顶一下，它就出来了，这样子，撬一下它就出来，要这个烤环钳拿掉。就这个拿掉，你这样用点把的时候，这样子从后面，这样子的话，这样动两下，翘翘翘，再上下左右，这个左右这个位置也伸在这里面，再把它点两下，它就出来了。其实就是这样子的，很简单的，它这个。示范给你看一下，就这样子，这个烤环钳拿掉就好了。它这个东西没有阻碍，这个虾不用管它了，它这个因为新的话。新的话它这里有点紧，